为什么依依要躲去旁边躲起来？为什么不跟爸爸一起？因为我不知道爸爸会来抓我。你都叫爸爸去抓你，又被蚊子咬到了。哦。你好好不呢？啊。我唔知。北海道咖喱耶。嗯，厂商送的嘛。他说：“请放心，羊毛一定出在羊身上。要咖喱香，等我们到，咖喱香等我们到。”